队在菲律宾、吕宋岛西方约50海里地方啊，进行查缉到我们台湾籍的渔船金盛春啊，进行走私私烟啊，将带回台湾进行啊查缉啊，起获约未遂私烟有47万5千余包啊，市值约3000余万元。那经了解，金盛春在去年的1月21号，曾经也是因为违反走私私烟案，有1400余箱啊，经过查去裁罚。那在这之后啊，该船均没有再出港，也就是用低调的方式来掩饰他的这个不法行为。那这个也充分展示我海巡单位啊在暗海统合的能量的一个展现。啊，对于后续的状况啊，相关的私烟将交由这个一烟酒管理法函送主管机关来裁办啊。对于私烟的未来的动向，我们也持续侦查幕后的这个集团。